家好，我是大熊。现在猪肉的价格特别高，然后水果蔬菜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啊。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到这个农贸城，也就是水果批发、猪肉批发、蔬菜批发的地方。那我们用同样的100块钱，看一下在这样的批发的地方，农贸城能买多少东西。OK， 我们现在走吧。多少钱一箱呢？20斤一箱。刚才那个老板你说那个四季豆一箱20斤是100块钱，也就是批发地方你要5块钱一斤。好新鲜啊，这个很新鲜。这个辣椒怎么卖的？3块2。3块2，它这个不能零售，它挖回去。这一颗有多少斤？大地也有20斤，你有可以定吗？我有买一个吧，反正只要4毛钱一斤。买这个吗？这个冬瓜多少钱？7斤，7公斤，七。才6块钱呢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花了6块钱买了一个这么大的冬瓜。老板，这又怎么卖的？怎么卖的？3块。分点成吃吧。这是一筐的。一筐一筐卖是吧？大家都一筐筐的，能不能分点的？真的。批发的有个坏处就是。他要一筐筐来，所以说我们只能找那种能够零售的。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3块钱，3块一斤，等一下先3块。这桃子怎么卖的？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？嗯。这些水果好像种类都比较雷同，都是这些水果。然后卖柚子的特别多，卖橘子也特别多。这个怎么卖的？40块钱一箱，甜不甜啊？十斤，30块钱。大概有几个？几个？20、23个吧。我们准备买一箱苹果，40块钱，那么还能剩多少？还能剩54块钱。OK， 我们再去别的区域看一下。是本地的橘子吗？那我不知道，没得卖了。压根就没花钱。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不好意思了。今天好，下次来你拿哈。哎。捡了一个橘子吃下。那个人说这个橘子是卖光了，然后他说我捡个吃下没关系，那我就不好意思了。特别甜这个。摄像老哥给你一个，尝一下甜不甜？这菠萝怎么卖啊？好像一块花，是本地的吗？不是本地。那苹果你多少钱一箱？拿来称的，2块5一斤。嗯，这个一斤3块8。又搞了一块哈密瓜吃，这里的人都很热情的。哎，你吃去就是没事的，我吃了就不买，吃了就走。你要哪种的？好店的，拿不出来。他说多少钱？70块，70块。一箱。一箱是吧？20斤。就别的那里是多少钱？40块一箱。40块钱。嗯。还可以，就这个吧。这箱苹果呢是10斤装，大概有个23、24个，然后40块钱，走。现在我们花了40块钱的苹果，6块钱的冬瓜，然后还有54块钱，准备去买点肉加加餐，不知道能买什么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猪肉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然后现在有个情况就是卖猪肉的，他们都是找。现在的价格只要110多一点点，除了这个橘子其实有点多啊，不想买那么多，但是它没办法，要一箱一箱卖啊。那么最后就是这些东西了，110多块钱买了这么多水果还有蔬菜，我个人觉得是很值的啊。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底下评论哦。我是会过日子的大熊，拜拜。